哈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大舌头亮哥。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由王志亮对阵王世龙的比赛。王志亮想必大伙也不会陌生。王志亮是新一拳的传人。本场比赛的时候，王志亮已经三十五岁了。而这个王世龙，本场比赛的时候年龄才只有二十岁。王世龙是一名跆拳道教练。本场比赛是王志亮和王世龙的二番战。上次交手的时候，王世龙惜败给了王志亮。本场比赛，王世龙是来复仇的。 比赛开始，王志亮就做出非常嚣张的动作来挑衅王世龙，这直接激起了王世龙心中的斗志和怒火。接下来，王志亮以凶猛的扫踢暴踢王世龙，而后双方马上进能激烈而又凶猛的对拼。在此过程中，王世龙以凶猛的顶膝暴踢王志亮，而后王世龙被王志亮压在围城边缘就开始了疯狂重击。因为王世龙开局就打得如此凶猛，这也让王志亮有点招架不住，只能用双拳护住自己的头部，让王世龙随便打。接下来，王志亮向一百拳回击，可惜打空了。而后，在双方对拼过程中，王世龙抓住机会一记凶猛的高扫，直接踢中了王志亮的头部。 第二回合开始后，王世龙先是发起猛攻，以凶猛的扫踢、暴踢王志亮。不过王志亮也毫不示弱，很快以重拳还以颜色。接下来双方再次进行了凶猛的对拼。而后王世龙以连续重拳将王志亮有点打懵了，四回合零胜救了王志亮一次。第三回合开始后，在双方对拼过程中，王世龙抓住机会将王志亮打到落荒而逃。紧接着王志亮被王世龙压在围城角落，就开始了疯狂重击。而后王志亮再次惨遭王世龙以连续重拳重击了面部。接下来王志亮以舍身的暴踢对手，双方大战了三个回合。 最终王世龙以绝对优势赢下了比赛。全场比赛下来，王志亮在面对比自己年轻十五岁的对手，被打到满场头窜并打惨了，只能说应对了那句古话“全怕少壮”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我是常年咬字不清的大大舌头亮哥。对对对对对对